来感受花莲的热情，这是国际的森巴，也是花莲的森巴。看到了没？我们的红面鸭好帅气，我们的十五只鸭鸭跟大家一起来玩呢。它的萌样啊，多可爱！真的哦，你看看，你仔细看，它们是不是正在看着我们呐、啊？三 D 的水舞。还有烟火，以及我们红面鸭重出江湖，带着十五只小鸭，在2015年羊年即将到来的时候，能够啊在这里跟大家相见欢，同时呢带来更多更多的喜气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想我们台湾在地的红面鸭，也是我们自己的福鸭。我们希望呢有更多更多的乡亲，能够带着孩子们亲子同游。来到最美丽的鲤鱼潭，在鲤鱼潭，我们这里除了有 3D 的水舞，啊，镭射声光秀，还有呢，我们的红面鸭重出江湖，同时呢，在开幕式13号，同时也有晚上的烟火秀，非常震撼的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。